这就五年代的车了。嗯，我都撞见 ABS 的啦。哎、欸，没卖呢。有啊，没卖啊。这个轻轻又是一尾螺龙，而且你看它后面有这样子。那时候的那个乳牛啊，多认真，现在只会做跳蛋而已。它、出这么多代先装，我真的觉得哈，越早的越耐开，越后面妈的越棒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对啊，今天要来保养了，公益车啦，公益车今天要来保养了。刚才你太慢了，已经检查过一次了。然后呢？就换大概换油而已啊，其他都还蛮算蛮干净的，对，都 OK。他们还有要干嘛吗？啊，没有，好，等一下换轮胎。我们大概去哪换？然后我们就隔壁直接换一换就好了，换完来美容做好交车上工，对啊，上工啦、哇 ，all you 就是 all you， 哇 ，all A 就 all you， 啊，很久没换了，是吗？没有啊，照顾的是 all 啊，都很正常。这台体质是比上一台好，算不错，这台体质算不错，所以就是以后换一换，水换一换这样，对啊，所以不用换吧？不用，保养一下啊，那个轮胎换一换就好了，就完成了。还在洗车洗一洗啊，可以擦得掉的地方，像小刮伤稍微就擦一擦，点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用粗蜡弄掉，可以啊。人家不是说 WD 四十就可以了 ？WD 四十，对啊，真的吗？用虎烂吗？啊，影片不是有人这样讲过？什么影片？虎烂里面啊，看起来是有啦，只是短时间不明显而已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是油把它盖过去的。啊，对啊，所以哇，过一阵子它就又跑出来了。那干嘛你知道吗？我们就要干嘛？它要清洗啊，因为你在拔那个汽油芯的时候，油会乱滴。假设没有清，你会觉得哎、我是不是漏油？其实不是，对吧？你看它清了，你这样拍，对吧？是因为这些会滴到排气管。对，它是滴到排气管会冒烟。到时候保养好说，说、我的车好像快烧起来了。对对对，所以要清洗干净。是，谢谢。机油芯的位置每一台都一定不一样的，不是每一台，是每一种车不一样。没有啦，好一半而已啊。经费有限啊，这边弄弄完就好了啊，没有要加机油。没有啦，要加机油那边烧起来啊。经费是多少、啊？经费哦，加一半的机油，加一半，就一半的机油也加两万。加下去的颜色是这样嘛？有没有看到？清澈啊，一直滚动，一直滚动，久了就会变黑了。刚刚都检查过了，刹车油都 OK。阿莱丁片呢？都 OK。控制也检查过吗？对 ，OK 啊，对哦。比我们的钞票还厚，对。哦，不一定哦，可能比我的厚而已。没有了，真的了。应该没有比你的厚。应该没有比你的厚。我现在很薄，这样而已。对，我刚把钱都给小姐了，给小姐，现在怪怪怪，给会计了，给会计了。阿公店没开了，阿公店没开了。好了，发动，然后引擎运转一下，看机油测一下。其实这样发动啊，它油会跑进机油芯，才知道说油到底够不够。啊，不然它两下够了，打发动又被吸一点进去，哎，怎么又缺少了一点？上线了哈，我教大家一下哈。如果啊，你的油啊不够啊，在外面啊紧急应急的时候，你这样看，这样油越来越多。嗯，哈，这样就越来越多了。乱教，没有，大家不是说要听干话，这次是干话。好，干脆不要看就好了。啊，干脆不要看。还罗麦克，啊，麦克啊，哈，没有。要讲一些干货才会给过。那你以后，那你以后每一集都要讲一个。好，我再讲一个。那如果我要看水的时候呢，水的干货是什么？讲一下。没有，水的干货就热的打开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脸要凑凑很凑很近这样。哦，对，没有了，不是这样啦。你们有没有油？你就用打火机去看，马上嘣就是油很多。哎，你不要那么尴尬啊，那这样子的。对啊，不要乱浇，不要乱浇。好了嘞，我们去换轮胎。应该换轮胎，换一换，美容做好就可以了。那、直接去换吗？去换啊。好，走吧，外仔。好了，很快到了、我开了三个小时，终于到了。轮胎在那边了、哇，19560R15，原本在这边。
哇，1521，21年的十五周。21年十五周。对啊。十五周是什么节？三月、五月。4、4、16。四月，四月到五月。对啊。有时候来会有时间，比如说差一点点都很正常啊。差一点应该还好。对啊。这种都比较好玩，你若愈扁的种跑车愈歹换，啊愈大粒嘛愈歹换。可是好换的吼，利润较薄啊，较歹换的利润较悬啊，而且较少啊，对吧？你无对比啊，我讲对哦。对啊。那胎嘴都直接换掉，你看哦，不就挡住了？啊，为什么要换呢？你知道吗？来，我来讲，新的车呢，伊个锁掉啊，扭出来，那个扭嘣就卡住了。为什么换掉？因为久了，因为我们轮胎有离心力嘛，这样晃，它久了这边有时候会裂掉，裂掉也老红，换掉了后啊，这还分级呢。那如果装外胎式的那种，哦对，你看啊，胎压是装在这里更重，你会这样晃的话，更容易把它拉破掉。可是胎嘴也有方便啊，便宜，可是不耐用。哇，那换掉快啊，成本啊，是吧？哎，这。唱嘛，请低头啊！七三啊，现在播这啊，这到这个啥？这哪有？这哪有？六三啊！六三！哇！哎，这鼓励会哦，对人体有害啊！这是油性的啦，请建议那个用水性的比较好。对，我科比有经验。广告语言留下了，这个是配重嘛？这有两种嘛，就是勾这样的。像我们的车比较漂亮啊，都用连的，这种双面胶啊，连里面，哇，连这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配挡哎。一般他们平衡之前都全部都把它拔掉，啊，这个啊，一般来讲，其实轮胎没有很增圆，它是稍微会晃，有没有？其实不是，新的还是要配重，这是铝圈这样专用的，这是铁圈呐、啊，现在已经很少铁圈了，有时候刚好差一点点，他们可以用剪的，这个可以把它剪掉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扣杆杆的啦，经验，好晚换的，我这里啊，我只帮我拿罩杯啊，对，我想到这个大家火起来了，火起来了，谁啊？OK 啦，哇，风打就这样开，哇，下面就开了，有没有？开了气就从这边出来，这样堵又堵住了，这次算耗材了，因为这个是靠那个垫片啊，哇，他们这边呢、啊，你看，就一堆啊，啊，这个把就这样啊，插下去，这样转，有没有？就转出来这样，对啊，就换掉这样，不就挡住了？哎、欸，这应该是磨工就是紧，可是就是换掉会比较安全了、啊，好吗？靠北捞啊，哇，小东西大关键，轮胎新的，这个坏掉也是没有用，这个盖子啊，他们都是新的，有没有？哇，你看到了吗？新亮亮。其实啊，很多人会去换这个铝制品啊，很漂亮，很新，没错。可是它有个缺点，如果太久没有去动它，如果它氧化是转不开，其实反而是蛮危险的，对啊。啊，我今天忘记穿那个背心胶管。一般通常他们去照一下、啊，就是看看那个棒香器会偏起不，打灯会偏起不，还是安怎？类似比较简单来讲是这样。其实每个人定位还是有时候会歪一点点，还是怎样？因为要看的地形，其实地形那些都有差，压到地有时候会方向盘会放动，那是很正常的、啊。如果你高速公路放掉会一直偏，那就是不正常。那放掉一直抖，然后一直偏。对，那就不正常啊，那可能哪里坏掉啊？对啊，哇，稍微省几点。OK。哇，完成了，耶，可以回去了。啊，阿伯阿伯阿伯生家嘞，就这样，谢谢，哦，谢谢哦。好，这是那个圣帕斯考尔。它有赞助，就是公益车，我把它装上去。保养忘记拿出来，所以他自己换。哎，考尔，一二三四，好。哇，换下来的，干单了啊！啊，这插好丢的啊，这是要插在火星塞的。啊，四根都有分吗？还是都一样？都一样，是考尔啊。所有车型都适用吗？没有，最少插头不一样的就不能用了、啊。你有试过装上去的感觉吗？正常来讲，应该会点火比较顺，哦，会比较强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自己接我也可以，很方便。九不修，上一台阿迪直接我换了，我先发动一下哈。哦，顺发哎、欸。
到了，我们台中的配合的修理厂，不要排好了，等下客满都要。哦，那个轮胎没有问题，什么都没有问题，结果没想到水枪出问题，不然就不知道哪里裂掉，就喷出来这样。对，哦，对啊，这里哦，对，水箱忘记哪里了，就喷出来而已。那这样子修多少钱？对啊，不贵啊，大概2-3千块而已，工钱而已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嘉义给他。对啊，好，现在我们在台中，他过去大概多久？下去应该大概1个多小时吧。好吧，嘉义要多久？老板娘，啊，不过一下，老板说太美丽了，不想露脸。哦，对，太多粉丝会过来。对对对，啊，对，你。不要入籍，走了，我们就嘉义见。好，嗯，对，耶，好了，就交给你喽。OK， 好，那就完成使命。上班前就把车交给他。对啊，好啊，等一下小心开哦。你们要怎么回去啊？没关系，我们那边有车，我们开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对，不会。好，不会。那你可能倒车会比较出去，好出去。哎，这刚才有点得盘了哈。好，小心开哦。好， 好 ，OK， 拜拜。拜拜。真正的交车才结束，还要捐钱。那捐钱，捐钱比较简单。好，上车，外载。今天我们要去那个邮局，一样去邮局捐钱啊。那这边就是大概在80000左右吧，因为有个小插曲的，就是本来叫车的，好，那时候做的时候都保养，哎，确实都没有问题嘛。你有看影片都知道，就是后来车主开一开，温度突然变高，就水箱有点裂，后来赶快坐拖车去我们台中的保修厂换了一个水箱跟拖车的费用。那个水箱跟一些水管的一些耗材大概就3000块左右啦，啊，拖车拖车还比较贵，拖车快4000块。对啊，啊，就扣掉拖车的费用跟那个水箱的费用，好，还有泰山人士的开销0元，还有我的开销0元。哎，对对对，哦，客人的高铁费，对，还有客人的高铁费，再帮他扣一点。大家就这样。好了，钱管落啊，啊，有没有？门诺基金会，他指定的。啊，我应该换我吧？嗯，对啊，好，他的账号，除非他给我错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我照他这样写的。好，再次感谢原车主李先生。好啊，给我们买购车的那个赖先生，好，以及我们自己，好，我们自己要讲一下，我们是小司机车啊，对，自己要讲一下嘛，对啊，就把以这三个人的名义把这个钱捐出去，对，好，啊，今天也是完成，已经成功了，总算成交了啊，虽然出现了一些小插曲，我们也是赶快尽有可能的把它去做到最完美，赶快开车给他，还要赶得到他上班，好，那开了就可以上班了，多好，那天又下了雨，终于完成了。好耶！ Yeah， 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还有，如果有想参与我们这边这么热闹的那个公益车啊，你们可以共襄盛举。如果你真的有用不到的车，好，觉得车不错，可是重点来了，我们还是有筛选。之前有很多热心的打给我，我有跟他了解一下车况。如果车况低跑太多，车子不好保养的啊，比如说那个 Apollo， 老板说那不行，因为不好保养，怕人家买回去。结果一直花钱，那就真的不好。很感谢大家，可是我们为了下一个的，我们还是要稍微把关一下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拜拜。